骑士骑到路口处停等红灯，不过右方一辆货车往前开，贴近机车旁，而绿灯起步后，骑士油门一催往前骑，货车却紧跟在旁，让骑士相当不满。难道驾驶是在逼车吗？你要找我麻烦是不是啊？是要你啊代志？你靠要你啊代志？你要逼什么车啊？你逼什么车？我在外开车头顶管，我在地下头顶管。双方把车停在路旁，爆发口角，你一句我一句，谁也不让谁。那你要你要无工课无紧，我无差，你无差。我靠！你别你别我逼哦！哦，这车呢？哦，这跳龙点无无嘛？哦，我了解呀。哦。事发在19号下午2点，一名骑士行经屏东市广东路与博爱路口时，一部小货车从后方逼近，差点撞到机车后照镜，认为货车驾驶有强迫让道行为，骑士不满向警方报案。本所已通知相对人到案说明，讯后依法依请侦办。虽然没有酿成事故，但货车驾驶开车上路疑似逼车的行为，让骑士用路安全受到影响。警方也呼吁驾驶人切记在行驶途中任意拦车挡道理论挡车或逼车，让其他用路人陷于危险。东森新闻屏东报道。